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促进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，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，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，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，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，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，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共创新的辉煌。